天终于是美国的6月25号，终于可以换我过端午节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已经吃完粽子了。那 Michael 就是没有体验过端午节，所以我打算等一下让他玩立蛋。然后立蛋完，我们还要划龙舟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美国，所以没有什么龙舟比赛可以看。然后我会等等想办法让他体验划龙舟，对。好，不许立蛋。立。那要把鸡蛋咬爆。立。这样子。啊，你要继续啊！我这一颗看是不是一定是我的蛋有问题？那我立的话是软掉，很牛的蛋有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有问题。不行，不行。我们现在来玩 Switch，然后呢，里面有一个游戏很像划龙舟。